当人们都在吃晚饭的时候啊，我们还在干活，干什么活呢？看见洗澡间又堵了啊！看看这个地漏，什么？哎，里面有个东西，你看见没？它就是那个东西，压盖的那个东西啊，有一个防臭的东西。其实于这个东西啊，都是狐臭袋，那个有什么用？看见啊？有半个的啊，这东西呢，还有不少人家都是这种，还好是掉到这个地方。就这个东西，半个东西，水一放就打开，水一放，然后就可合起来。这种时间一长都会掉的，这个塑料件呢根本不好。所以呢，肯定啊，这个东西没用啊，糊弄人。假如说掉了下水道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位置呢，它是一个位的，是好很浅，大概只有20公分吧，19公分。好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之后看见一大坨，还有后面呢还用机器给它搅一下。哎，假如这个塑料片子，哎，掉下去，那个更麻烦。看见，我们用机器跟它疏通一下，然后用水呢，给它冲刷一下，这一单呢就完成了啊。看你这个头发，哎，放水的时候呢，其他的事还用大水来冲冲，头发都冲掉了。你这整天往里滴个水，把它抽出来，拿水一冲，哪家需要赶紧找单样找水发，水发到你家就发了啊，嘿嘿，好嘞，冲一下，这单完成。